我要好好去看看。行，那我一会儿带阿姨好好去学校看看。嗯。我跟你说，这场戏我想这么拍，我给你讲一下，这场戏，这样一个车撞过来，啪，然后啪啪啪啪啪，那个车是往转，里面放歌，四K。等等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我们拍法得要赶一下，不然这样预算肯定是吃不下来的。 What？ 预算在我眼里哪有预算？我告诉你，我要的是视觉效果，视觉效果，你懂不懂啊？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老跟我说什么成本，我要搞艺术，艺术。 尤志奇，导演，这是我们的音乐制作人尤志奇，然后这是我们这个剧的导演满岛，来，你们认识一下。幸会幸会幸会，你好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尤志奇，今天我们好像没有说要聊音乐的事吧？你们过来干什么呢？导演，我来面试杜川。杜川？嗯，那你是怎么理解这个人物的呢？我看完了小说。 认真的研究了角色，我觉得我很适合他。那这样吧，你告诉我，你想怎么诠释这个角色？我和杜川的人物经历相似，小时候我也被绑架过，感受过在黑暗中的无助跟绝望。我觉得只有真正的从人物内心出发，才能演出他的绝望和悲伤。这也是我跟其他人无可比拟的优势。我就是杜川，杜川就是我。 导演，请相信我，我一定可以把它演好。